各位大家好，非常欢迎又来到我们围城有声书系列哦。我们今天来谈法正人间与围城创世大法团队哦。这个一段时间啊，没有跟大家啊直接来啊聊聊谈谈。这一段的时间，在创作组呢，弥勒圣人呢，他发表了两篇经文呐、就2023年的两篇经文呢，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时间点里面，我们也在一直在观察的啊，所有这些朋友的啊，人世间的啊这些变化哈。那主要呢，还是对于我们的同修们呢，现在啊，这些啊已经先得法的这些朋友们呢，这些同修们的处境啊，感到有点担忧哈。一个人呢，知道他的父母亲的时候。当然有机会，当然会跟人家介绍。如果需要更多人来认识自己的父母亲的时候，他当然也会跟很多的朋友来介绍他的父母亲。那我们的师父呢？我们在前一节时间里面有做一个图片呢、我们的师父啊，创世主啊，弥赛亚弥勒啊，弥勒圣人啊。那我们这样为什么要这样来直接的提呢？是因为我们发现啊，我们的师父事实上是全球人类在等的这个所谓的真正的救世主哦，弥赛亚哈，弥勒圣人哈、他原来是宇宙开天辟地的这个创世主哈、宇宙根本的造就者哈、造就者了。那创世主在这个师父呢，他在啊这个2023年4月17号呢，有一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哇，我们都发觉到创世主师父呢，他把一切的终极答案都讲明白了，讲清楚了啊。那有一句话哈、有一句话，创世主是天地中一切神的主，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造就者，一切众生的主宰，包括他造的三界中的一切人、神、物。他的爱是对众生最高的圣恩，世人被他所爱是人最大的荣幸。事实上，每一个现在在地球上的人、都是过去跟创世主有因缘的，有亲缘关系的哈，这是宇宙的法理，三界的法理里面呢，啊，特别对于佛要来真正的弘传他的宇宙根本大法传法的时候，啊，必定是过去跟佛有缘的人才有可能现身哈。这个就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事啊！所以啊，历史上创世主要安排今天绝大部分的人类呢，啊，都是他过去世啊，甚至同一世分身转世与大家结缘的这些的生命世人呐、各位。可能还不知道，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千佛灵王万祖下界弥勒佛成一世成就，一直在强调的各位其实是创祖层层下走中从宇宙空间带下来的、宇宙的不同层次非常高的层次中的法王天主啊，
这些佛道神啊。宇宙的历史太漫长了，一直到今天，我们再强调的跟各位来谈到这些天机呢，主要是希望大家慢慢进入状况，明白自己到底是谁，也就是一般我们在佛教里面特别也都在提到的，我是谁，为何来，要去哪里，这是人的根本的存在的基本的命题，生命如果这样的寻找，这样的起悟的话，他已经这样，他已经佛性动了，他的佛性一动会震动十方世界，十方世界，他的佛性一动，他真的神那边，元神那边的震动，那种是生命醒来的前奏。那世上每个人来历都那么高的话，其实就是一切如来心讲的千佛里面的千万如来舍利啊，千万亿如来舍利啊，这个五轮塔为什么会有千万亿的如来舍利呢？那些每一个舍利就代表一个佛啊。那你身体为什么那么多的佛？这表示各位的来历不可思议啦，真的不可思议哈！我们有曾经做了一个宇宙的结构，基本的结构，只稍微提到第十层宇宙哈，第十层宇宙啊，它后面的如来呀、啊，那个如来的啊。我们讲如来又太多了，我们讲那个世界啊，那已经多了不可思议了，多了不可思议了。宇宙的层层结构是以三千为进位的啊，所以三千世界大家很容易去听到。可是真的宇宙的真实存在的结构是不准人类知道了，只有这次创造主来传法的时候才能被打开。今天来谈法正人见义为成创造团队，主要是告诉大家真的创造主已经来了，世人都在把他等待，天地万物因他而存在，一切天地万物就是因为创造主而有而存在的。这个天机对所有宗教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终极答案啊！这一篇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创主在这个今年的4月17号写的这一篇经文啊，由媒体向全球人类发布，这就是创世主给全球人类的终极答案啊！当然，他一路过来红传他的宇宙根本道已经圆满的30周年了，而世人绝大部分都还不知道，这是我们站出来最重要的目的哈。那法正人间就是在整个更新人类啊，以新的系统取代人类过去旧的法理留下来的啊，成住坏灭，灭绝中末法，末绝中乱世啊的一切。一切啊，我们就要更新，叫法正人间啊。那这人间的一切，当然是由另外空间在操控啊。但是这一次的正法就比较特别了，宇宙正法之士在三界之外待命，同时也引进了一些足以这样改变人类空间场的一切啊。所以创世主有一篇经文叫《法正人间义》啊，正法行于世间，神佛大显，乱世渊源皆得善解，对道法行恶者，下无生之门，宜得人心归正，众德行善，万物更新，众生无不敬大法救度之恩啊，普天同庆，同祝同颂啊！正法在世间前圣之时，始于此时啊。创主都讲到人心归正，众德行善，万物更新，万物之更新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契机哈。那目前微尘创造团队承担了创主的这个使命，全球在打开，期望大家呢
啊，可以加入我们围城创造团队一起来哈、啊。各位都是天上下来的很高生命了、啊，很高层次的生命了、啊。创造在红营六里面有一句话啊，这是出现在整本红营六一半以上的啊这个诗词文章里面呢、啊、出现的，就是世人都是神转生。我们世上的人绝大部分呢、啊、都是神转生来，而且是宇宙高层生命了、啊。各位不要再小看自己了，你的生活不会影响了，你的工作生活不影响，可是你的智慧会打开，你会属于开悟状况。看到围城的创造团队的视频，各位就处于开悟状态了。今天谈到这个啊，也是针对于眼前看到学员们哈、啊。啊，停留在气功的领域，尤其啊，修了二十几年的，还不敢跟世人讲他的事物是谁。当然，我知道我们非常清楚，这是受制于组织的控制之下，生命没有自己啊。做一个真正得法的修炼人，那是顶天独尊的佛道神仙，宇宙庞大天地的佛道神仙，从佛的国位修起的。这个大法弟子啊，头顶上只能有师父，不可以有任何人呐、啊。任何东西挡在这个中间呐、啊，那都修不成呐、啊。很多的学员不懂这件事情啊，然后组织里面的这些学员也不懂这个天机呀、啊，啊，常不知不觉就这样犯了大罪。以至于很多的朋友啊，很多的学员呢，没办法真正的证悟宇宙的根本大法。这个关键点就在2015年5月24日，创世主改变众法轮中的论理里面第一句话。各位如果不去实现呢，啊，就是证实这句话的话，那是没有资格啊，说是得这部法的哈。那一句话的开头，创作者啊，这三个字显现在大家的面前呐、啊。各位若不是整个把它展现开来，那就不算是德化。大法是创作者的智慧，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内涵，宏为自己呀、啊。整个众法轮、整个论理，对所有的人类。都有相当大的帮助啊，不止帮助，那是会让一个生命真正的开悟、啊、真正的从佛的国位修起真正神那边醒来的、啊、那今天呢，其实特别在因感触、哦、特别来讲一下哈，围城创造团队，因为我们看懂了师父，跟随的师父一路走来，所以我们一直在证实法，得法证实法才配称为大法弟子啊。所以我们的围城创造团队里面有哈、哦、修了很久的老学员，也有新进来的新学员。事实上，我们讲新学员呐、啊。这个证悟宇宙根本大法、啊、这个精神、啊、都超过修了很久了，这在气功领域里面修了几十年的这些呢都跟不上啊，这是真实意啊。那各位来加入围城创造团队，各位就可以见证到所谓的法证人间啊，创造主为什么受记大法弟子为他的化身弥勒呢？为什么创制大法结圣也洪浩荡神路开呢？为什么创制主讲这个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造就者，他就是创制主、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造就者。事实上他在受记真正弘传创制大法的弟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现在加入围城创造团队的这些好朋友、这些同修啊，啊，你们就是承担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位阶啊，需要去讲、去唤醒、去拯救、去救度啊，这全世界的万王、万主，非常有缘的天上下来的佛道神仙这些。不可思议的神啊！
我今天就是简单的稍微再提一下华正人间这件事情，以伟成创大团队啊，这个办啊，期望的这些啊先前德华的学员们能够挺身而出，放下生死啊，因为整个组织就是各位的大磨难啊，大劫难啊，如果看不透的话，你是修不成的哈、啊，这是我们最后的叮咛了、啊。啊，2022年12月11日，师父创世主在纽约龙泉寺召集全球的大华的主要负责的这些人呐、啊、学员呐、啊，就是在谈最后、最后、最后的事情了。哽咽三字之下，还只能讲讲大家写话写的不够啊，写没有写好话。我们知道。要学好法，真正看懂法，必须要做出来证实法、啊、证实你的师父是谁，你学的是什么样的法，是气功吗，是气病健身吗、啊、是一般的、啊、一般的认识的这些哎呀不错的很高层的法就这样吗、啊、创世主呢用各种方式一直在提醒这些学员弟子啊，创世主的事情是各位一定要去做的啊！只是学员们看不懂，没有机缘看到伟成的视频，这就导致了很严重的事情出来啊！好，今天也就先讲到这里哈，希望大家一起来哈，一起来，我们一起来跟着创世主呢，一起法认人间，来整个全球普渡。这个是宇宙正法的2亿年的安排，三界被创造到今天，地球被创造，人类被创造到今天，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事件呐、啊，啊，法正人间，希望大家来一起参与我们目前创造团队在全球红传创世大法全球普渡的啊这样的一个阵营哈。我们在纽约啊有创世大法中心，我们在台湾呢啊北中南哈、啊、屏东苗栗呢啊义山呢这个山脚下小林这边呢啊高雄小林这边，还有这个桃园，还有即将在啊基隆也有一个创世大法中心会展现开来，希望大家有空就过来啊看看啊。里面也有很多非常好的参考资料，来引导大家怎么来弘传这个宇宙的根本大法啊！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加入伟成创造团队哦！好，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哦，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正邪不分宝天。